咁我特別係好中意音樂嘅編排，尤其是最尾一隻歌啦，《粉紅色的一生》啦。我覺得好似好輕巧咁樣講咗一個玩笑，覺得所謂半生緣係乜嘢咧？呢個係我覺得最妙趣嘅地方，同埋我係最享受嘅地方嚟。所以去到後面咧，我真係覺得諗翻轉頭每一個表演嘅部分，我都覺得好多好多嘢睇，同埋越諗越好睇。所以多謝各位演員，同埋多謝呢個團隊。那我最喜歡的呢，其實是兩位老師蘇州評彈的這一段表演，我覺得非常的精彩，而且給這個劇呢增添了很多的特色。咁我覺得真係好嘅，因為真係有一個好好嘅組合啦，即係又有一啲嘅一個嘅戲曲啦，係咪戲曲嘅成分啦？咁啊，即係用亦都加埋，譬如一啲錄像投射，樣樣都配合得好好。咁啊，同埋即係呢個故仔，亦都即係張愛玲嘅故仔，即係好多人都話係好難改編，但係今次我覺得即係睇起上嚟，我覺得係好多嘢都係依然係好重啊，同埋真係好出色嘅一個嘅 production 咯。光影飛奔轉，花頭難寄。只留下几身虚席，光明飞奔转，山水未尽，几年。